福来敲门，让你成为爱家的人。Hello， 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幸福来敲门》，我是何荣，我是 Kelly。现在每个人都有手机，常常我们听到这个手机的铃声之外，最常听到就是这个。再来一个，没错，代表什么呢？还有一个叭不叭不啊，叭不叭。我最喜欢来电铃声是这个啦。那我们今天是要聊这个吗？这代表了又有讯息来了，哎，而且像叮咚叮咚不完，对不对？叭不叭不不完，啊，等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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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如果这个每天都在发生，每天都是代表着你又要看简讯，你又要看这个人家传来什么东西，有的时候真的是会不堪其扰。公事上当然是你可以选择回或不回，可是如果是家人呢？家人或者是例如说我很不喜欢你一直吵我，可是你又一直传给我，然后我又不能已读不回，然后我又不能。回了我又不开心，不回，你又不开心的时候，我觉得有时候就很困扰了。所以呢，今天的重点其实在讲说，这些沟通软体本来就是要促进我们的沟通，可是会不会造成了反而沟通的距离越来越远，特别是家人之间呢？对，好，今天先来欢迎四位专家一起来聊这个话题。首先来欢迎的就是购物专家林之友，欢迎。欢迎。下面要来欢迎的是沟通达人王正昌，欢迎昌哥。欢迎正昌。大家来欢迎的是家庭婚姻辅导专家颜玲珍，玲珍姐，欢迎。理工大学副教授曾阳晴，阳晴哥，欢迎。阳晴哥。好，你是不是也有同样的困扰，一直叮咚叮咚不停呢？那你怎么看待这样对沟通的效果？先来看看今天的《幸福日报》。不过十年前，人类一定还很难想象，用一只手机，不用见面，不用通话，就可以你一句我一句。这大概是人类沟通史上最革命性的改变。不过使用各种不同的社交软体对话，一样会有很多冲突的问题哦。有些当面该说的话，吵一吵也就算了，用了社交软体吵完了还会来个避不见面，加上没事就一直叮咚叮咚，让人烦都烦死了。到底人与人之间用手机的社交软体对话该注意一些什么潜规则？这个问题会越来越严重，做父母的可不能不知道。哎，真的哈，现在很多手机上面的这个所谓的社群啊、社交软体啊，像我们知道有 Line、有 WhatsApp APP、有这个 WeChat， 还有 Messenger， FB 也有嘛 ，Messenger 嘛，哈，还有那个在国外有 Hangout， QQ。QQ、太多了，这通讯软体其实就是在协助我们沟通。那请问一下四位来宾，你会发现说你习惯或是你觉得这个对你来说反而让你越来越有助于你的沟通的，请举圈，反而成为一个反效果的，请举叉。好，圈或叉三秒钟请考虑。请举牌。它都正面耶。大家蛮乐观的。因为我们这边在制约。你是因为制约的关系，所以你现在利用这个软体沟通比面对面沟通的时间还要多吗？啊，这个太方便了，真的很方便啊，但是你也很容易被人家找到，就是，你的空档越来越少。金珍姐呢？我觉得现在的这种资讯很帮助我，特别我跟我的孩子他们在国外嘛，对，我觉得以前还要买电话卡，是，电话卡一张用完还要再买，就觉得很花钱，没错。现在这些软体有的是免费，免费，而且他们走在不管马路上，走在什么公车，坐在公车上，我随时可以找到他们，没错。我觉得好好哎，而且没有时差的，对不对？你随时有时差，对方在睡觉，你那边一直猛赖。但是因为你现在立刻传给他的时候，他就立刻可以收得到。对，我不需要在电话那边，我可以随时在走路或者在这当中，我们都可以联络。就他提升了你沟通的效率，是，我觉得很好。沟通达人昌哥，是的，真的是太凑巧了。这个呢，小弟刚好呢出了这本书里面就有收录到，有关于这个社群网站，这个在这个 message 里面，我们在互动的过程里面，你应该要注意什么事情？潜规则太多了，我太需要了。是的，因为很多人在这个地方受到好处，但有更多人被这个地方你不会使用而伤害到，没错，自己都不知道，会伤害到，太多潜规则了。为什么会伤害到？最多人提的已读不回这件事。对，好多人就会觉得，我就明明很忙啊，结果对方呢不体贴、不了解，就开始误解他，就一直觉得说奇怪，你是不重视我吗？如果各只有更糟糕的是，你呢有空档了，结果你回了别人的讯息，或者是你亮了灯绿绿的，他发现到你已经明明有空了，为什么还不回我？
哎呦，因为同时虽然有太多该回的，是的，他就会觉得那么多回的人，你居然把我放到这么后面，就会有很多想象空间。对，哎，可是你刚才举圈是一表示说，其实这些沟通软体是对你来讲是有帮助，你在跟特别是跟家人之间的沟通。跟家人之间沟通，我觉得很大的帮助。嗯，譬如说以男人来讲，爱比较难说出口。哎呦，对，所以我们发现文字很容易说“爸爸爱你哦”，那蛮容易说的。哎呦，或是我是以男人来讲，昨天我回去开车回去，我车子正要停车的时候，突然有跳出来，对。爸爸回家不要忘了买什么什么牌子的。哎、欸，这也不错啊！我真的跟你说不便宜，我说好，我先回答好，你看我有没有礼貌？有，也有礼貌，然后我再巴古，然后再去买，在我们家门口的那个超商。重点是他后来有没有在一个图示给你出来说，啾咪，很多爱心这样，对不对？然后我就一直给他，我也给他啾咪，然后就一直在啾咪去啾咪来，因为要有礼貌，所以今天他最后一个，然后呢，最后忘了要买酱油，烦不烦啊你？是八相送，对啊。欸、其实我觉得真的是很多爸妈现在也懂得要用这样的一个社交软体，对、啊、对不对？自幼也是嘛。我觉得这很重要，尤其像那种妈妈一天到晚如果很忙，像这种很忙，然后又很容易会暴怒的人，我觉得对我来讲非常非常好用。因为其实真的我开会有时候已经很多事情很烦，对，然后小孩又有事情，有时候你又想要教育他，又想要管教他，又想要阻止他目前不能做什么事。嗯，我觉得用写的，其实写的文字我们可以多琢磨，然后让他知道你是有多愤怒，或者让他知道什么事情可以有一点点等一下要注意什么。但是我觉得除了我跟我小孩当中的连结有更好之外，我觉得对我最大的帮助是我跟我的父母，因为我觉得我们家有了这个共同的一个软体，我们也帮我自己的妈妈，因为我妈妈她有四个小孩，那都没有住一起，她常常就是这个人打完电话要把这个人的讯息告诉那个小孩的时候，然后我就会觉得说你不可以在兄弟姐妹当中，他其实只是好意说妹妹跟他讲了什么，姐姐应该要怎样，但是在我听来我都觉得你是在唠叨抱怨别的小孩，但是我们以防他讲出不对的话或干嘛，我觉得我们弄了一个共同软体，就是避免传话造成的困扰，因为他会有自己的，到最后猫在钢琴上昏倒，类似像就会变这个问题。那往往我妈妈讲完之后，我们打电话去问妹妹，妹妹就说她的意思不是这样。所以我觉得我们就弄了一个共同的一个群组，我觉得这实在太好了。因为她忽然会讲了一句话，然后就会有三四个小孩就告诉她你这个话的意思是怎样。然后相对的，她讲了一件事情，三四个小孩都知道。那是你们兄弟姐妹，你跟孩子呢，或是老公，你们自己家也有一个，我们也有一个群组。你觉得这对你们亲子关系有什么帮助？我觉得让老爸知道。我们三个人没有孤立他，这是很重要的。所以这是重点吗？这是重点。我觉得这真的是重点。而且老爸搞不好喜欢当潜水艇，有些也很奇怪啊。就是、他就是已读不回那个。对，他都看了，就说他都在看。你就说朕知道了，他不回。可是这个对爸爸来讲很重要啊。朕知悉，对不对？应该有这个回哈。有，爸爸现在已经有了，有。那爸爸比较不容易表达，他至少，可是他会知道说他在参与其中。对。那对不对？那对孩子跟你之间的沟通，你觉得有帮助吗？我觉得有因为呢，像青少年的一个时期哦，像他们现在已经很多话他其实不会讲，他也讲不出来。那像我们现在大的，因为在国外，所以其实比较远的一个距离，我们其实很想叮咛他。那像他有时候礼拜六礼拜天这样讲好了，他礼拜六礼拜天会讲说我现在放假，我今天要跟同学去吃饭，那我们等一下跟同学去喝两杯这样。我就会说好啊，你去啊，那你到那边要跟我报平安。原则上我就是报平安，那你不要喝太多，你到宿舍要告诉我。我顶多就是这样子，但他爸就来了。不要花太多钱，喝少一点。爸爸变妈妈的。然后他爸就开始很250的讲了一些很，我都觉得你好煞风景，人家就要去玩，你讲这些干什么？对。那我就变成我现在要去教育我老公，他要去玩的时候，你就不要回他这些。我问一下，那讲了这个，他爸、正常爸爸，你会这样子吗？原本我们都以为女人比较唠叨，对不对？对。可是根据我的调查之后，男人比较唠叨。是。而且我跟你讲，是。对不起，你少了四个字，叫上了年纪。我后来发现，我也是属于叨念的爸爸，真的。尤其上了年纪的爸爸比较唠叨，但我们会以为那就是我们男人表达的爱跟关心，但其实并不然，他们并不买单的。可是你们，可是我真的不会这样啊，我一定会说打完都只有
没有后面了。你快快乐乐享受吧。你没有 have fun, but I told you. 但是我们现在渐渐练习，真的要比较体贴一下，不要老是煞风景，就这样。可是那我问你，你会不会觉得说你们习惯了用这个通讯软体，你反而跟孩子说话时间变少？我觉得本来就很少了，因为你很忙嘛，出书很忙，有没有变更少呢？其实我觉得啦，本来就很少了，是，所以反而有了这个之后，反而变多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举圈，举例来说，他本来在学校，我在上班，白天八个小时基本上不会碰面，再加上我老大，譬如他现在是住宿，对，只有六日回来，那一到五本来就不太会去见面讲话，对，没有特别的事，不会打电话去嘘寒问暖啊，可是有了这个通讯软体，就天天可以嘘寒问暖了，是，觉得而且不会尴尬，对，也不会尴尬，对，反正很多话非常容易说出口，真的。这确实是会让很多父母觉得说，哎，我是不是在这个时候，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打，以前要打电话的时候，怕说这个时候打扰到孩子。是。可是现在你只要send个简讯过去，其实就算他现在没办法看，他等一下也会看到。对。对啊，像今天早上我来这边录影的时候，我就希望我的儿子为我祷告嘛，好，那我们这个时候我们是早上八点，他那边下午五点，那结果叮叮叮，他就就没有无答应的时候，他给我写说我正在开会，十分钟后再给你打电话，对，那我就知道我们这样就可以沟通，那我也写说因为我等一下也很忙，我就不接你的电话，请你为我祷告，我们就我觉得这个东西很棒，这招一定要学起来，以后就叫我儿子为我祷告，这样就可以跟他沟通，对不对？但他如果回你说我在忙，你可能会生气，你为什么就等你有空再祷告啊？对啊，妈妈可以等。对。可是因为现在很多的父母他习惯用这个，我们刚刚讲的都是很正面的，可是很多的爸妈其实他会希望是这样的软体是协助他来遥控孩子。对，你们有没有发现这样的现象？我会跟他讲啊，你到了哪里，你要赶快回个话。我们是遥控啊，因为他算大又不算很大，就是又是女孩子嘛，那当然父母亲会比较担心啊。如果你今天你自己出门，我们就会跟他讲，你如果也许到教会，也许你跟朋友约了看电影，你平安到了，你就跟我们讲一声说到，你只要写到就好了，我们就知道了。他有些时候他会遵守规定。有些时候像昨天他就没有遵守规定，没有遵守规定，那好，没有遵守规定，你会不会立刻再send一个说你到了没？对，我会。你会？因为我要 make sure 这件事情。OK。因为说我，因为我们关心你的安全，对不对？你长得这么像爸爸，这么漂亮，对不对？所以这件事情是一定要关心。重点是这个，重点是这个。因为其实我觉得，其实这个软体它事实上是一个工具，工具你善用它，它就是很大的帮助。可是你没有好好的善用它，其实搞不好是冲突的来源，对不对？如果他再不回，我电话就去了。哦，你是下一步就是打电话？对，我就打电话，我就打电话，你就很糗了，因为你的朋友在旁边听了。OK， 好，那你是说他去一个地方，你要他到了以后先回报？可是如果好，他结束了，对，或者说你觉得已经这么晚了，他怎么还没回来的时候，你会不会再去催他？不会，因为他都说你诚实再说一次，他一定是说，如果他是很晚，他都很懒得搭车，他说爸爸你一定要来接我。哦，直接打电话跟你说。他都已经都约好了，所以我们通常只要他通常他自己超过九点，他说你一定要来接我。那另外两位爸妈，那个只有昌哥哈，你们有没有曾经用这种方式夺命连环的去send简讯说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怎么还不回来？你怎么回来？会啊，你有吗？哈，因为我就是非常，因为我跟我两个小孩讲过了，我说我让你这种智慧型手机，就是为了让你跟我们的连接的一个保持，就我要找得到你，让我找到你，对，那不然你就没有资格用手机，因为你拿个电话然后不接，又读了还是你看不懂字，你是哪个字看不清楚还看不懂的，那就是你不适合用这个手机。这个妈妈一定要这么冲吗？一定要，你的丑话讲在前面嘛，所以我们家两个非不得已，他不敢。已读不回，我就说你回个脸，回一个笑脸，不然你都有机时间点进去，你一定点个脸没有问题的。对，你没有忙到这样子，要不然你就是上课时间是不可以是被关机的，那你就是不能使用。那我曾经有一次就是我儿子要出国前，他的护照过期，然后他那一天晚上是出去玩了，那我知道他跟我讲说他大概八九点他会回家，可是那一天。我临时发现他护照过期，但是第三天还第四天就必须要去 interview 了。我是前两三天才发现，那这是严重的事情。对啊，因为我们排了很久才排到这个位置要去 interview。然后我就想说，完蛋了，怎么办？我还
先打电话到照相馆，拜托人家等我们八点。他要关门，我说你可以等我十分钟，我叫儿子现在赶快去照相，那你明天早上给我，可以去办。然后我儿子前7:58我打给他的时候，他还说哦妈过期那怎么办？我说你要赶快去照相，因为我没有马上办的话，你一定会来不及。我说我先联络，我说我等一下跟你讲，我还跟他讲我等一下跟你讲哦。电话挂完之后，我之后打就没有人接了、啊、我打了快20通电话，天哪、啊！传了 LINE， 传了 APP， 又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我就抓狂了。到8:15的时候，我没有骗你，我就开始找他朋友的电话，因为他其实很害怕给我他朋友的电话，开始肉搜他。不是、啊，那我一定要找到你，因为我叫人家老板等你、啊。搞不好是没电啦、啊，对，但是通通手机有可能没电呢、欸，又急又气。到了第十九通、第20通的时候，他接了。我没有骗你，我不管他来不来得及，我就先臭骂他10分钟。骂完之后，我说我告诉你，现在10分钟以后给我到那个照相馆。你如果没有到，你就不用出国了，你连书都不用念了，啪，我就把他挂了。然后。问他去了吗？有吗？5分钟之后他就回来了。他到底在干嘛？他说他没有听到，他说他口袋放手机，没有听到。我说口袋应该会震动。可是20通都没有听到。我觉得那都不是理由，我觉得他就是贪玩，他觉得这件事情明天再处理就可以。所以我那时候是很严厉的告诉他，我说，因为你这样子，所以我如果你在国外。你不要以为买飞机票很难哦，我英文不好，但是我一样会坐飞机哦。所以那天我一样会去找儿子去照相馆照的一张就是这样。然后那个海关说 ，Sir, is this you? Yes. 因为脸超臭的。That's me. 有没有？护照起码要微笑 ，OK？ 你会不会这样用对你老公夺命连环的叮咚叮咚他赖他？不太会耶。那你为什么对你儿子会呢？不是因为你当下有很严重的事要处理嘛？而且我从以前就跟他们讲说，我会找你一定是有事情。要不然我其实平常不会跟他讲的，我只是跟他们讲说，你下课我在忙的话，你只要跟我讲回家到，真的就是2个字3个字。那同样的状况，正常或是类似的有没有发生过？我2个女儿都有用智慧型手机。老大比较没有这个问题，老二有这个问题。是，那因为有的人他有手机上瘾症，有的人没有。那有手机上瘾症的人很容易找到他。我觉得他如果是手机上瘾症的人，却找不到他，你反而会更气。我就会觉得这个，我就会生气。你如果本身不是手机上瘾症的人，那我平时知道你不太看手机的，我不会生气。结果我二女儿是手机上瘾症啊，我看她手机就一直拿着啊，可是常常找不到她。有一次我就告诉她，你为什么都没回？她也是类似的答案啊，没听到我什么的。我就很温和的告诉她，你要记得你的手机费用是谁付的。是我付的。哪一天你自己付的我找不到你，我不会很生气。现在是我付的，所以我会很生气。所以你记住，打开以后付钱的那一个人的讯息你要最先读。因为他都说有时候讯息很多什么什么，有的时候你先发了就沉到后面去了。你让他把顺序先搞清楚。是的，而且现在其实有一个方法，你就让他更改名称，要写付钱的那个人。不要找，因为讯息太多了。欸、你这提醒还蛮好的。更改名称啊，会出现 Dallas。不是，而且付钱的那个人是付清的付哦。对，付清付钱的那个人。所以我后来这样跟他提醒之后，就后来就好一点了。因为很多人都说讯息比较多的时候，你先发的人会沉到后面去。没错没错。所以他没时间看。我说我不管，你给我100通，你先滑，滑到我的。滑到我的点开，其他不滑不关我的事，因为他们没有要付钱，除非有一个人要抢着跟我付钱的，你可以顺便先看他的。真的，这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所以我们真的希望是能够去聊出说为什么，就是这个东西其实应该是要拉近距离的。是的。但为什么有一些在关系上面反而因为这种社交软体变得更加疏远？等一下回来继续聊。好。好，用社交软体其实就是在沟通，是，不管是说话，甚至吵架。请问一下，有用过社交软体在跟家人吵过架的，请举圈；没有过的，请举叉。好，圈或叉3秒钟，请考虑。吵架，还是你们直接就骂对方？可能只是争执而已啦，争论也可以，也可以啊，争论也可以。吵架我就直接打电话去吵，比较快。就是 argue 啊。你这个比较特别，为什么你觉得吵架一定要打电话？因为用这个东西打太慢了。不是，现在有录音的啦。因为我一直认为，其实我是做文字的，文字很容易产生误解。
OK， 我讲话的时候他可以听到我的语气。嗯、啊，当然你也可以把 LINE 打开打过去，但是 LINE 打开那个收讯很差。对，啊，那网络电话的收讯很差，那我就直接打电话。我觉得是比较容易掌握精确的状态。嗯 ，OK， 因为我后来发现用 LINE， 特别是朋友之间啊，就很容易就出现误解。很多啊，我认为我替你着想，我想了半天，结果你好像都没有感受到，然后你还那个不感激，哇，那个搞到最后真的好复杂。嗯，真的，我看到很多群组搞到最后就很恐怖，我都不敢进去。嗯，这样子，语言宁可用这个语言就直接口语交谈、欸，对不 对？如果是一些简单的 message 啊，我传过去到什么东西，那这种东西我觉得 OK， 我可以让这个东西让我们的日常生活顺畅运行、嗯。可是如果说已经产生会可能会影响到情绪或者是争执的事情的时候。我想这个要精确，我就还是打电话。那林师姐刚刚答案是，我其实跟我先生，如果说前一天我们两个人有意见不合，或者我们两个已经讲到一个地步，我们没办法再讲下去，然后就睡觉了嘛。好，第二天其实我们发现还是要破冰嘛。嗯。可是这时候怎么办呢？啾咪，传一个啾咪。没有没有，我们会用 LINE 啦。有时候真的就是一个图画，或者说啊，就是先表达一个善意，嗯，好，然后再来破，就是破冰。那你要选择哪一个？选择什么？啾咪吗？哪一种表情啊？还是平安？像我接到常常是猪。就是猪头，然后破完冰继续吵啊，不是？对，所以这个是有帮助的。我觉得有帮助哎、欸，我觉得是对我们就说很难去在讲昨天晚上那件事情的时候，我们早上起来，或者我先生就会画一个说早安哈，天气凉了多加一件衣服那种图画有没有？哦，对，对呀、啊，那你就知道他，你在他的心上。老派的人用那个 LINE 还是有点老派。是是是，我们是老派。选的是比较传统一点的。那就给他回，要你管。这样不火上加油吗？对，又起战火啊，对不对？那正常嘞。我刚好跟杨琴哥的是相反，嗯，我觉得如果是我在跟小孩有一点争执的时候，嗯，我会用文字，嗯，因为我发现讲话我的时候，那时候脸一定很臭，对，我脸很臭，声音也一定没有办法很热情，嗯，所以那个时候文字本身是没有温度，这是一般人的误解，嗯，是可以有温度的，嗯，譬如你加个哦啊嗯啊啊的，那就有温度啊，譬如立刻下来。这是严厉的温度，对对，冷漠的温度，立刻下来，立刻下来哦，这是温暖的温度，对，所以文字是有温度的，只是你会不会驾驭它而已。嗯，那我发现到说，当我在生气的时候，我的脸部一定是不好看，声音一定是沉，嗯，怒，嗯，这个时候文字反而看不出我那个可怕的声音嘛，对对，对不对？而且有的时候因为打字比较久，那时候气也没那么气了，懂吗？慢慢生气啊，后来好好那打很长很长，后来也没那么气了、啊，后来就自己删掉了，就温暖一点了。所以我发现我，看看知道有点太凶，好把它删掉。是的，是的。所以我发现其实是可以驾驭的，就是你要善用。是。哎、欸，没有想，哎、欸，我真的没有想过说，原来那个光在打的时候，那个你的气。随着那个你要打的文字越多，你的气就越小。是的，想说其实会、嗯、会消，会吗？只有你也会吗？所以我刚刚说那个对我来讲很有用，因为我容易暴怒啊。然后我就是发现暴怒的人都会选择文字，所以相对的我现在打字很快啊，因为我为了赶快让他那个怒气在里面，所以就打得很快。没有啦，因为打完你会再看一遍嘛，是看一遍之后，其实你会真的就会有些用词遣字，你会把它删掉，就没有那么犀利。对 对, 对，其实后来我发现。这样子传了几次之后，对小孩的关系，甚至于他可以理解你为什么要做这些事。嗯、那在 LINE 里面或 APP 里面吵架最常就是跟我妈妈。嗯，因为我觉得那老人家有时候其实他想要参与你，但是他又可能他也没有那么认真在看你的 LINE 哦，因为他有四个小孩，所以也是很麻烦。因为当四个人都要回答一件事的时候，他可能来不及看。嗯，我最记得就是我们吵得很凶的有一次是。就是我们已经讲三一个礼拜，就是四个小孩要带我妈妈吃饭，因为我们的时间都很难约，约了四个礼拜咯，好不容易约到有一天约好了，然后已经地点又要开始选地点，又搞了三天，选好了地点，选好了时间点，那是在吃饭的前三天，我们就已经公告过了，就在公告，就是说几月几号在哪里吃饭，好结束，然后我们这中间可能有两三天聊一些无聊的啊，什么买鱼你要不要拿啊，什么买肉你要几斤啊，这样东西。到了第三天，我妈就忽然讲说：“哎、欸，我们礼拜天有要吃饭吗？”
我看我们全部小孩抓狂哎、欸，你知道我那个红色的脸有几个吗？有八个。然后我妹妹就开始哈哈哈，这样都是我们都没有用打字，但是都用那种很可怕的脸。妈妈，请爬上文。No， 我只跟我妈说，妈，你是现在是忧郁症犯了，还是文字读取文字有问题？你是哪个字看不懂？我们每个人就开始上去连番的攻击他，然后好可怕、啊，这种人无济于事啊，这样反而会造成沟通上面，就是你只要打会起火花就好了、啊。当然不行，对不对？你要让他知道跟我们小孩讲话要认真。所以妈妈有毒吗？妈妈有打电话，我认为这件事情当下真的非常的重要。嗯、我要你认知到，我认为这件事情非常，我要当面跟你说，所以我才会打电话。嗯、当然如我知道写字当然会让你的情绪平息下来、嗯，可是像你们这样子只会让整个火上加油啊。他是你的妈妈，你一直认为说你也只会说你儿子，你要知道你要我是你妈妈，你要尊重我。可是当他推到你妈妈的时候，其实你只要打有就好了。对，你不是说你打字不行，我们一定要先让他。你说你打字会让你的情绪平息下来吗？杨晴哥，我发现你好能够揣想他妈妈的心情。其实我觉得，因为自佑是一个很坦白、很坦率的人，所以他就把分享说他跟两代之间的那个交友。可是事实上 ，maybe 就是你们家的一直以来惯有的一个沟通的模式。但是我们可以听听林真姐，如果是比较阿曼的方式是什么？他是很冷静的，好冷静哦，冷静老派的。有没有冷静比较好的那个建议，可以也许比较好的沟通？你说 LINE 里面吗？还是例如说像刚刚自佑那个例子，妈妈突然最后又问：“哎，我们星期天也要吃饭吗？”我们讨论了半天，他居然讲他完全都没有看到前面这种。可是我觉得你描述了，现在我们是在暗示说林真姐会有这一天吗？突然说你们刚才在聊什么太坏之类的。那如果孩子，当然你的孩子不太可能会这样。有，我其实刚刚郑昌讲说他的两个女儿哈，我其实我两个儿子哈，因为我觉得这也是父母对孩子的认识。是，那我知道一个儿子他就读了以后他会回、嗯、可一个孩子他跟你讲说妈妈我等一下打给你，可是你那天可能接不到他电话。嗯，那因为曾经我知道就是已经过了这个就是了解期的时候，我就知道说这个小就是说另外一个孩子他就是一个可能比较不太会守诺言的人呐、啊，那但是我们放心，就是为什么要打电话，主要是不知道他想要跟他沟通嘛。可是如果不要因为想要跟他沟通而破坏了沟通，那我觉得划不来。对，所以我就了解之下，我就说 OK， 他今天没有回我，他明明答应我要回我，可他没回我的时候，我也放他一马，我不会一直连环扣，因为我知道他的个性就是那种比较容易忘记，比较容易健忘，然后答应了就那。所以这就是我觉得还是要认识孩子或认识你的家人。对对，所以你必须要更多的理解跟包容。但是我请问一下四位，你们会很介意家人已读不回这件事吗？会的请举圈，不会请举圈。至少三个圈，三秒钟请考虑。这很难讲，如果是我哥哥，他弄这个东西，我通常都已读不回。你自己，你跟你哥关系好吗？对，我们很其实已经很疏远，因为大家都已经很大了。其实我知道他是 say hello， 有些时候我心情好我就回他一个，如果今天没有，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我就不回。可是如果是我的女儿，我已经跟她讲了这件事情，你一定要回。如果我一看到她已读，然后又不回，那我就会跟她说，这就好像我在跟你讲话，讲了半天，然后你都不回我。这会让我觉得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可是夫妻之间常常就是我们也问了很多次，老公三年不回，我们都还是可以忍受。为什么对你的女儿都不能？不回？有这么夸张吗？那这个已经是我的习惯了啦。我觉得如果我看到了哈，我觉得我如果是我的贵夫人哈，他如果写什么东西了，我再怎么样我都会回一下。很简单的回一下了，就像说传个图什么，我一定会回一下。就是基于礼貌，应该要回。我知道了，我这件事情我想想看看怎么样做会比较好。我一定会先想一想我目前的思维，然后我会先跟他说。那我觉得贴图应该有一个叫我想一想。对啊，我常常写我想一下。我想一下。或等等。对，我觉得应该要。不错。不是我还在忙。就不能一直啾咪吗？我们干嘛帮贴图业者一直想没有图示啊？没错。我有些时候，而且我慢慢的哈，我在干嘛？我发现群组里面哈，我最不喜欢看的就是贴图。因为大家都太懒，都不写。你一看一串两百个贴图，每个人都是用贴图，大家都不太愿意真的去打字，所以有些时候我一看，啪，全部贴图，我就画到下一页去。
你给我那么多贴图干什么？真的有趣的没几个，都是买来的，买来的反应我不看。哎，我后来发现这样，你错了，我们都是买免费的。对啊，免费的那些没有啊，所以他刚刚讲是说他比较在意是女儿已读不回这件事，就是原来就是你所谓的已读不回，有你所在意的对象，有一些你可能觉得还好，他那个家人的关系是更 close， 因为我们在家里就是这样，如果讲话啊 A 对 B 讲话 ，B 一定要回应。你不能不回应，你不能说我听到，至少要这样哦，嗯，对对，至少要这样，嗯好，你嗯好，你如果在很远的地方在洗碗，你都要打一下，让我知道说你真的听到，你要有回应，了解，好，那另外两位呢，昌哥，嗯，如果是家人，嗯，已读不回，好，我会很在意，嗯哼，但如果是朋友，我不会在意 ，OK， 那我们特别针对家人，为什么你家人要那么在意？他就也许在忙呢，或是我觉得就是一个不被重视、不被尊重的感觉，嗯，因为现在既然已经都时代走到现在，是靠这个部分在做沟通了，嗯，已经跟以前不一样了。那你就要回不去了，回不去了。对，既然回不去了，我们就要顺应潮流，我们就要在 LINE 里面也要有他的请、谢谢、对不起，有这种人与人见面基本的尊重要。哎，我们来发展一个叫 LINE 伦理学。要一定会。我们绝对已读不回。哦，我下一期就开一门这个课。正常不是有带那个很多？你说有好多潜规则，你那么厚的板子到底要不要用啊？这个不是潜规则，这个是里面几个有趣的，要现在案例案例有趣的案例，可以看一下。好比说这个是有趣的了哈。好比说这个是父亲节那一天。OK。我女儿当天传给我父亲节快乐，下面就是 blah blah blah， 她要请款的东西。OK， 好，请款完以后呢，我就说，我怎么感觉像是父亲节呢？所有东西要父亲。对，然后我就发一个贴图，拉他的脸这样子，嗯，然后很 cute 这样子。结果第二个，我女儿马上她就说，不要 po 文，因为她知道我脸书常常喜欢 po 他们的糗事、好笑的事。惨了，你没有 po 脸书，你直接在公开的。对，这一次更惨。黄想想，我直接在脸。而且我们是全球的节目。全球节目啊，黄想想你红了，是牺牲大了你。是的，她说不要 po 文，哎，太搞笑了。然后我就写决定 po， 然后流眼泪的哭脸。然后他就说记得汇钱给我，还是讲钱。然后我就说切，那我父亲节礼物是什么呢？洗虾米。他说哈哈哈，再说啊，就这样子。没有，他不说再说，他说笑死我惹，笑死我惹。对，他就发图。那我觉得，像这个是如果我们用讲话，父亲节这种双关语在文字才看得出来。对，讲话好像讲不出这种，讲不出来这种 feel， 对不对？那种 feel 出不来，要文字才有那个 feel。真的。所以其实这就是有效沟通，那你用的就是，要不然是你用了沟通软体，可是却在进行一个无效的沟通，那就是是的，完全没有办法有发挥任何的效果。对。那你们像子佑的话，你有跟孩子之间为了已读不回吵起来过吗？有啊，因为我觉得这件事情是我非常非常 care 的，而且我当初就跟他们讲说，这是一个基本礼貌，就像我其实不是只有我的小孩哦，我的父母，甚至于我的朋友，是，其实当然我的群组没有很多，那我一定是很 close 的一个朋友才会跟他在那边赖来赖去，那我觉得我会问你，我会在上面问你的事情，我就是希望得到回应嘛，那我可能就在这里等。因为你没有告诉我，我没有办法做下一步事情，所以我跟我儿子讲说，这件事对我的人生，你在浪费我的青春。哎呦，青春可以的，你还有吗？不是，就是快没了，所以不准浪费。所以我就跟他们讲，你一定回个脸，或者说我在忙，或者说我等一下回答你，甚至你说我还在考虑，我想一想，都好。那他通常回你说他已读不回，原因是什么？他很少，自从我上次抓狂之后，他们都最多讲说他听不见啊，他到最后都一定要发狂了。我一定抓狂、啊。如果我真的很急，我就会写完了，我说急，哦，急件。因为我刚才看到林真姐，其实她的回答是差，是说，你是给孩子一个时间呢，是说还是说了解说他们已读不回一定是有原因的，是这样子吗？对，我会帮他，我会帮他们解释，我会觉得说他可能是真的，或者他不太了解这个意思，或者说他了解说我给他的讯息就好，他不一定要回。所以如果真的你觉得很重要的话，我可能就赖用电，就是赖电话里面跟他谈了，就是我不再用文字，我就说哎，那件事情怎么样，我们怎么样，这样子就用讲话的。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工具啦，还是要我们去善用它，而不是让他来去
让我们关系更不好，那不是很划不来吗？是。所以这个我真的发现到有重要跟紧急这两种状况。紧急的真的不能用 LINE。对。譬如你就在等他，可是他或许真的在忙或什么开会都有可能，所以你不能，所以你要用电话过去。对。那如果电话过去是急的事情，他又没有接了，那你只能等了，可能他真的在忙。对。就可以去更气。那也没办法，你只要你赶快做自己的事。这时候你就应该开车直接去那边。但如果重要的事是可以用 message 过去，因为他没那么急。对。那我觉得是可以的。所以等一下我们要告诉大家有哪些原则是特别在用社交软体沟通上面要注意的。好，马上回来。好，用这个社交软体来沟通呢，有几个原则要把握的。好，来看看有什么呢？第一个，就是重要的话当面说，不要透过这些社交通讯软体。好，第二点。打字的时候要多思考，不该用的字汇不要用，哎，这个蛮重要的。三，多一点幽默，少一点情绪。第四点，读过回个贴图也好，不要已读不回。哎，第五点呢，就是呢，通讯软体沟通呢，多用尊称啊，让情绪和缓。等一下我来了解一下哈。第六，拼命叮咚叮咚不一定有效果，有什么事情你回家再说。哎，我先问一下，什么叫多用尊称？哎，你知道那个我跟大陆人哦，如果互通的话，说尊敬的曾老师。哇塞，你一听就后面都什么都好，因为听到，因为看到尊敬的曾老师，后面说其实你见我一千万，哎，也可以。我后来发现他们每一次开都叫老师，尊敬的某某。哎，真的哎，如果一听到这样，你就觉得整个心情舒服。哇，好都好很多，都觉得自己特别伟大。其实你想要跟我老公讲，就亲爱的王先生，这样是不是感觉哦？可能等一下要去吃东西干嘛？王老婆，不一定哦，这有两种哦，不一样哦，这有两种哦。亲爱的王先生，听起来就蛮恐怖的。没有，他有杀手就要出来，是不是？可是死王老头那问题更严重，是吗？所以其实亲爱的王先生对他们来讲，他们家来讲已经是尊，很亲爱了，很亲爱了。我问一下，你们跟家人之间会用这种尊称吗？会啊。啊，我不是因为已经习惯了，我们会好玩的尊称啊，哦、智慧的夫人，好玩啊、哦，就类似这种的，有才德的妇人，谢谢你告诉我这件事。哇，你好像很美哦，这招有效、哦，就是应该的啊。他都从圣经学的了，对了，这招有效哈、哦，有效有效。他看了第一句的时候，我太太都会回没感觉。啊，那因为你太常传了，像我从来就没收到这，我会很有感觉。Hello, 我也会是后面讲什么都答应。才德的妇人，我们一起去吃饭、啊、好吗？可以，我付。我的德会打错。那请问一下，其他几位有用过哪些这个原则吗？汤哥，你用了什么原则？像是沟通必要的原则，像你是说，你是还是会有那个嘛，有就是用通讯软体会，然后多一些幽默，我觉得第三点很重要。第三点、哦，第三点我觉得很重要，因为我发现有的时候哈，你讲话太直接，会很容易就起冲突。我觉得你好像在讽刺之友哎，不会，这样很容易交到好朋友。对对对对对，那你要破坏我们的奇怪，你不要以为你坐比较远哦。那你都用什么样？我一听到你跟你妈妈讲说你有没有读，其实那个是他们家人的相处一直以来关系。可是我告诉你，我妈多喜欢小孩去骂他，因为真的都找不到这些小孩讲。没看过有人有这种需求的，他跟女儿子讲，叫女儿子来骂你。他每天晚上九点就开始说你们在干嘛，我们就要跟他讲，我们有在洗澡的，有在上班的。那家人的一种情趣，我觉得也是你们家的幽默。如果说对你们家来说啊，那正常跟您家的幽默，刚刚说用幽默是用什么样的幽默？是。幽默，譬如我像我会传 LINE 啊讯息啊、就会突然发讯息给他说你今天的脚一定很酸吧、欸、为什么？因为在我脑海跑一整天了、啊、对不对、啊、对不对、对不对对偶然对、欸、真的很少有人对孩子会讲这种对不对、啊、我真的会对他们讲 啊、okay. 啊或者是说你这一次呢数学啊考了62分是啊这一个国文考了63分、我觉得你比较适合读文科哦。
您刚说您带来的这个板子里面有提到说孩子遇到困难，您有用幽默来化解吗？不是蛮冷的，我叫鼓励他。是，还有其他的那个对话是用你展现你的幽默的吗？这边是温暖的，温暖温暖的啊、比如说小孩在学校被霸凌了，对，那被霸凌了，那他们在学校下课时间那。可能我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下课、所以我就先传讯息关心他、有没有你试着跟信得过的同学或者是老师说一下、然后我们祷告咯，他说下午有好点了，因为有一个我们的比较好的老师有听我讲话，有排解了、有排解了、然后他就继续说虽然呢他们不会继续攻击我，但是呢我就是说虽然不会对我好，但至少不会攻击我。嗯，改善气氛好很多的。我说，继续祷告。然后我女儿就说，神真的有在动工了，知道我受伤的心。所以你看，在文字之间，他被我得到鼓励，他得到温暖。我还蛮羡慕你们父女女儿嘛，哈，女儿有这样的对话，即便是在那个软体。是的，然后你看哦，这二女儿嘛，谢谢耶稣听我的祷告，谢谢爸布。然后他说对不起，打错了，是爸爸，也很好笑、啊、对不对？好，然后再来他跟我道歉，他说因为我对他生完气，什么事情已经忘记了，好，爸爸对不起，让你常常担心又生气，我会加油更体贴你，好，我爱你。你看其实小孩很难会跟，越大他越难说出口这三个字，对对对，但是透过这个他们会讲。哎，你下面刚刚不是还有一个打个电话，还是从对不对？就那一张，你后来有打个电话给他？哦哦，这一个，哎呀，十分钟前我到家了，晚安。这也是他打电话回来，就是敲 line 报平安。所以我觉得有这些软体，不管是温暖的或者是沟通的，那当然我觉得如果两个人真的在讲事情的时候贴图，我觉得有很棒的功用。我觉得在沟通的时候，因为贴图真的会让气氛和缓下来。是，我发现有的时候我不知道要讲什么或很僵的时候，我就突然发一个比较三条线的贴图什么，那对方就笑了，因为他发现我有点无奈了。但是我如果打我很无奈，我发现他会受伤，但是我如果是三条线乌鸦飞过去，他会开心。OK， 所以我发现图还是有好处，所以真的是善用啊，要善用，使用它有用、我想问一下林真姐啊，因为我们看到其实现在沟通的工具越来越多元，可是常常会让很多的父母亲会觉得，我跟家人之间彼此却觉得说我沟通的距离却越来越远，它的原因是什么？我想沟通这件事是不容易，不容易的哈，因为沟通建立在关系上。是，如果我今天跟你的关系比较远的话，那我用这些东西就是一个讯息的交换，或者只是一个意见的表达。对。可是如果真正讲到沟通，其实是更深层的，就是把我这个人告诉你我的，你觉得我的想法是什么？所以其实透过这些简讯哈，其实不太能够更深入，但是有些东西也是可以深入啦，哈，我觉得，因为我们说建立在关系里嘛，所以你看，像平常小事情的时候，我们就要沟通，我们就要来传递讯息，哈。那像我跟我先生，我们常常，比如说，因为时空的差距跟小孩差距，我们就有时候出去玩的时候，我们两个照的像，我们就传给孩子，那孩子就说，哦，妈，就是爸爸妈妈你们好可爱，或怎么样，就是其实孩子看到父母能够在一起，或者一起喝个咖啡什么，在咖啡店也可以照相，那这时候你就是在跟孩子沟通，你知道吗？沟通不是说我们坐下来谈什么哈，平常的关系里面，平常的关系里面就在建立沟通，将来更深入的一个方式了。所以我觉得善用这些的讯息，这些的手机的通讯软体哈，我觉得是很棒的，是现在以前我们古早以前根本没有这些机会，可是我们善用它的时候，其实它是帮助我们建立更好的关系，关系好，沟通才会通畅。所以重点还是古早生活多。所以应该是这样讲，可不可以这样解读？就是说，如果我们彼此的关系是好的，其实你等于就是善用这个软体，你们的关系甚至会增温。但是本来你们俩是疏离的，你却要透过这个通讯软体，可以让试图想要增温，可是你实际的行动并没有这样去做 ，actually 它其实是不会奏效的。非常简单，就是当你们真的在家里的时候，对，那你们的互动是怎么样？
就是各自躲在自己的房间继续，然后就赖哎、欸，吃饭了、啊。但我爱你，我也是觉得很好。可是哎、欸，可不可以走到他的房间？对啊，就这么近，怎么可以直接在贴图说我爱你，然后传，然后人没有走过来，不是很怪吗？对啊，所以其实真正的互动沟通，是包含全面的，是对，包括你的身体的语言啊，拥抱啊，或者是在家里面吃饭的时候不能把手机拿上来哦，这很重要。就有一天呢，我自己拿上来。因为要联系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是何荣要传一个东西给我，我一直在那边等啊。何荣，我怎么还没传我爱你给我？哎呦！其实如果你破坏规矩，那怎么办？女儿就会吐槽你啊。爸爸不是说不能看手机吗？吃饭的时候，他就会跟我这样讲，说你讲得很好，我干嘛拿？Yeah. 就自己有些时候也会犯规啊，但是哎、欸，就会虚心接受。但是这个关系其实才是我们的这个，我觉得这个通讯软体啊，能够很有效的运用，增加你们的加分呐、啊。啊，如果你们原先的关系不好，其实这个东西要能够反败为胜哈、啊，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啊。Yeah. 有一种状况其实也蛮特别的，一家人在不同的房间，然后但是都是用这个通讯软体在。彼此沟通，这种不太好，不太好，不太好，都在一个家里，应该是说，甚至有可能是在同一张桌子上面，还在那边，这样就真的不行了，那这不行。但是曾经走火入魔过，曾经这样子过，我们啊，就是两家人在一起、嗯，然后就突然开玩笑，啊，就是只是随便开玩笑，因为那时候林书豪很红嘛、嗯，啊，那个朋友姓叶，那么想说，哎、欸，他因为他孙子快出来了，就是快出来、啊，我们说，哎、欸，给你这个取，我们给你一点意见，就想说，叶书豪。嗯，哎，一听耶稣好，这个耶稣好，哇，就开始哇，大家就不止耶稣好，还跟耶稣棒、耶稣善，哇，就开始，然后就一直开玩笑，然后整个人大家所有的人都走火入魔，在那边一直取名字，取一长串这样子，然后他就一直笑。可是后来发现，哎、欸，我们为什么不当面讲就好了？是啊、可是很奇怪，就是你讲的谐音，你的父亲节，是的，他就是谐音，写出来才有 feel。对不对？哎、哦，那种感觉就很好玩了、啊。可是那是在一个关系好的状态啊。对，关系好的状态，重点还是回到那个关系。他就是很好的、很要好的家人跟朋友才有办法。Yeah. 其实这个很常见啊。像我有的时候去用餐的时候，我只要看到人家夫妻、或者是父母跟小孩坐在那边，很难得聚集要吃饭的，却各自滑自己的手机、嗯。我常常偷拍，然后上传到我的脸书说，感情这么不好，见面干嘛？这样对，然后、欸、他们两个都低头了，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这样。对，那真的，因为我觉得说，我们下次吃饭的时候千万不要遇到你。对的，因为现代人真的彼此都很忙，好不容易腾出时间见面，对，真的不要再让手机当小三了，真的。我们刚刚听到一个重点，这个关系才是焦点。因为它比任何的，因为我相信以后的沟通工具会更多元，对，可能现在的沟通工具还会再创新，会，但是其实沟通的本质不变的，我们怎么样去拿捏那个原则，那个沟通的精髓，林真姐，我想我们就善用我们手上的资源，像我们今天谈的是手机通讯软体，我们善用它有很多的一些的，真的是。我们想表达的东西，有些时候可以用图像的表达，那有的时候是我们可以照一个像，我们可以贴图，我们可以做任何的，主要是接收到的人他看见的时候，我们设身处地想，他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其实他会很开心，那你就达到一个你跟他连结的一个关系了。嗯，好，所以就说真的是你希望他跟你的关系好吗？那你就相对的想到他接受这个讯息的时候，他里面的感觉如何，然后他可以跟你的关系更拉近、我想这是我们可以善用这个手机软体的一个我们所思考的一个方式。真的啊，工具的目的就在于要拉近距离。我觉得平常的经营的爱要花时间的、对那个时间真实的关系哈，当然透过这个软体当然是非常好。